好，在这边我要用 Brownian practice strategy 来教 from 2 chapter 4 polygons。然后在这边呢，我还没有进入这一课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什么东西是 polygons，然后再跟大家讲什么东西是 regular polygons。然后 polygons 呢，它要符合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呢，它是要关着的，然后第二个是全部都是直线。它有曲线的情况之下呢，就不是 polygons。然后它没有关着，它就不是那个 polygons，就好像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这样，然后它没有关着的，这边有空着的，这样它就不是 polygons。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样，然后这样，OK，它这两条是直线，可是这一边这一条呢，OK，它是曲线，所以它这一些不是 polygon，OK，so 它这一边有空，所以它不关着。它不是直线，所以它不是 polygons。然后接着呢，我们有 polygon scatter，就是 regular polygon。regular polygon 呢，就是说它也是要符合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全部边长一样，然后还有全部，然后角度一样。就是说，那个 polygons 呢，它的每一个边的长度都一样，每一个角度都一样，这个叫做 regular polygon。然后它有两种 polygon，然后一个是 regular，一个是 irregular。然后geometry property of regular polygon 就是说，regular polygon 它的所有边长一样，然后所有角度一样，然后它是。regular polygon with n 个边的话呢，它就有 n 个对称轴，axis of symmetry, basic symmetry 是对称轴，这个是对称轴，它 n 个边它就有 n 个那一个对称轴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然后它在这边它说，polygon 呢是关着的，2D two dimensional 的平面的，不是 3D 的，3D 的话就是像我们的立体的啦，OK。然后它有三个以上，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以上的那一个边长。然后那一个 axis of symmetry 对称轴呢，是它一条直线，它把那个 polygon 呢左右分，就好像蝴蝶一样，左右一样，然后上下一样这样。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 example of construction of regular hexagon。So 的，我们要画 regular hexagon 的话呢，通常考试不会叫你画的啦，OK，因为我们考数学很少考画画的，OK，但是我们的作业里面有，就是说我的这个摆二度，然后它就一直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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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画着上去，然后它长度全部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它现在是 hexagon 嘛，它是六边形，OK，然后我通常不是这样画的，我通常是直接。它的这一个角度这一边，这个我过后再讲讲话，OK，画的东西我们再来讲。好，首先我们来在这一边呢，这一课呢，我们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必须背它的那个名称。你没有背它的名称的情况之下呢，它题目给你讲它是 Pentagon，你不知道 Pentagon 是五边形，你就根本不知道它的 n 是多少了。然后 square 是四边形，然后 equilateral triangle 三边形，然后我们还有 heptagon 是七边形，decagon 是十边形。所以你的那一个名称你一定要背上来，就是说我们有五边形是 pentagon。来，我们在这一边我就有这一个，我们有五边形，它是 pentagon。Pentagon，然后六边形是 hexagon，然后七边形是 heptagon，然后八边形是 octagon，然后九边形是 nonagon，然后十边形是 decagon。OK，so 这一些名称你一定要背上来。你这一些名称没有背上来的情况之下呢，你根本不无法回答它的题目。OK，它就告诉你它的 n 是多少的时候，你不懂。就是不懂这些名称，你就不懂它的 n 是多少了咯。
所以这一个你一定要懂 ，OK， 好，来，接着我们第二题这边，它叫我们 Go for regular polygon, X for irregular polygon. Name the polygon and draw all the axes of symmetry for regular polygon. So regular polygon 我们才需要画axes of symmetry 啊。然后这一个是 regular pentagon， 一二三四五五边形，五边都一样长。然后这一些都是它的对称轴，这一个不是 regular polygon， 这一个不是 regular polygon， 这一边跟这边不一样长，所以它不是 regular。regular 的话，它是要每一边都一样长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边形，这个应该是啊。然后这个四的话呢，你就在这一边它的中间这一边，这样一个，然后两个，然后接着。三个，然后四个，然后五个，然后六个，七个，axes of symmetry 有七个 axes of symmetry，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我们画那个 regular pentagon。regular pentagon 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的这一个里面的圆圈这一个是360度，然后它的 center angle 呢，就是它中间的 angle 呢，就会是看你要几个边，你要六个边，你就360除6，所以你要360除6的话，你就拿到60度，所以你在这边60度这边一撇，然后过后你再画60度上来一撇，60度上来一撇，60度画一撇，60度一撇，60度一撇的话，然后你再把这些连接起来，这样里面的这个就是一个六边形了 ，OK， 这个是画的啦。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要我们画 pentagon， 然后它的 radius 是2 cm。pentagon radius 是2 cm 的话呢，给我想想啊 ，pentagon radius 2 cm， so pentagon radius 2 cm 的话，它其实是。要这一边来，我们等一下我用另一个 software。好，在这一边呢，我不要画 pentagon radius 2 cm 的先，我先画普通的 regular pentagon 先。首先我画一个圆圈 ，OK， 哎呦，等一下我要放一个圆形在这边先，我要有一个圆形在这边，让我知道自己知道圆形在这边，然后随便一个长度吧，可能是4 cm 吧。好，来画一个圆圈在这边。好，然后接着呢，我在这一边我就画一条横线过来。OK， 好，现在我要的是那一个pentagon 嘛。OK， 我现在要的是 pentagon。pentagon 的话呢，它是那一个五边形，所以我的360度。除5的话呢，它是72度，所以72度的时候呢，我在这一边，我这一个我用一个圆规半圆池，然后我要画的是72度，70 72度 OK， 这样这个是72度，然后我就有这一条线72度，我画这个72度过来，然后接着我再转过来这一边的时候 OK， 这一边这一个，然后也是72度，然后接着我再来转这一边的时候，这样这个也是72度，然后我们再转这一边72度 OK， 好，然后我们这一些都画好了之后 OK， 我就把这一个连接起来 OK， 我这一些跟它连接起来，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这一些边我都跟它连接起来，它就变成了一个 regular pentagon，
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 regular pentagon。可是这一个 regular pentagon 呢，它的边长不是那个 2cm， 它没有根据到那个题目的要求是边长 2cm。OK， 在这一边它没有根据到题目的边长 2cm。So 它要边长 2cm 的话呢，它通常我画 regular pentagon 我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画啦。然后其实它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我要边长 2cm 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有一个 formula 是n 减二五减二括弧，然后乘180，然后除五，这一个是它角度108度。OK，这个108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来的。OK，108度啊，我们来画另一个108度了。首先，你就画一条线，2cm 的。OK，我们在这一边，我有一把直尺，然后我要画 2cm，从这边，OK，在这一边 2cm。我是直接在这边的 2cm，OK，好，我画了 2cm，然后我刚刚拿到的是108度，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圆规108度，所以在这一边，然后108是这样，OK。可是我的这个，我又不想直接给它印下去，108，我的颜色我可以，OK，就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这一个，不用紧，来，我就拿我的尺在这一边转到它的这一个地方，哎呦，这一边这样，转到。跟它这一边平，这一个好，然后的这一个好，然后我在这边我画2cm，好，然后我这一边 2cm 了。然后接着另外一边这一个，这一边它又，我以这一边这一个再来108度，这个我要的是108，不是107，108度，所以108度是这样。OK，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再转。平啊，好，来，接着我在这边要画 2cm，然后接着我在这边我又要画108度，这边这样，这边108度，所以我的这一个108度是要。跟着它，哎，哦，原来我的尺那边还有度数哦。OK，好，来，所以在这一边我也再画 2cm。最后一个其实不用量了，最后一个我直接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就可以了。OK，然后其实要量也是可以的啦，但是我觉得我直接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了。OK，这样，那这一个就是 2cm，108 度。OK，你自己画画的。
那一个正确一点的情况之下，画的详细一点的话，它就可以很准确的了。这样，这一边你就这个是画108度，这一个108度，然后这边2cm。好，来，我们去下一题，在这一边它是 regular pentagon 3.5，然后那一个 from a circle radius 3 cm，radius of 2 cm，哎，我弄错了，他要的是 radius 2 cm，哦，其实是刚刚我这边直接 radius 2 cm 就可以了，然后我的这个一半是我弄错，OK，所以它是 radius 2 cm 这样，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regular pentagon side 3.5 cm from a circle of radius 3 OK，所以这个我们就一样的东西来的，然后它要 regular nonagon side 2 cm circle of radius 3 cm radius 3 cm 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边的这一个要 radius 3 cm 的话radius 3 cm 就我一个圆圈，然后我再扯上面那边量 3 cm。OK，你插在那个零那边，你的扯，你插在零那边，然后过后呢，你那个就是说你有一把尺，然后你的那把尺你就圆规放在那把尺上面，OK，然后插在零，OK，你就插在零，然后你就开到三这样，哦，这个就是3 cm。OK，然后你这样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画一个圆圈，3 cm 边长的。然后我们的那个角度它是九边形嘛，所以我就直接用360除九，然后我拿到是40度。OK，40度的情况之下呢，哎，等一下啦，刚刚这个我又少做了一件事情，圆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圆形的存在。OK，我们在那个纸上面画的时候，你剁下去，那边会留下一个印嘛？我现在用 software 的情况之下，它就没有。OK，所以我在这边。OK，好，接着我们要的是40度啊，40度。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吧，零，40度。OK，所以在这一边，这样。这一个就是40度啊咯，然后我再转来到这一边，OK，我让我的这个东西是跟它重叠的，重叠的，等下，我觉得我应该刚才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就在这一边，首先，我这一边是这样，40，然后转到它这一边跟它一样的时候，再来40，转到它一样重叠的时候，然后再来40，然后再量40，OK，然后一样这样，再来一样40。然后再来一样，然后40，然后再来一样，这一边又来40，然后这一边40，我画到有点不准啊，所以它的那一个那边有一点点，这一边就跑掉一点，哦，不用紧，你重点就是知道它每一个都是40度，然后。接着呢，你就可以把它画上连接起来，这一边，这样就变成正九边形了。这样，OK，这个就变成正九边形。
好，这个就是正九边形了。OK。就是这样。OK。好，刚刚这些都是属于画图的。OK。然后计算的接下来才会 4.2 那边才会进入计算的。OK。好。好，就是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度数呢是40度。OK。就我的360度除9还是40度。然后我们刚才画的这一个呢，它这一个我是72度，为什么呢？因为360度除7因为除5它是72度。然后这一个108度呢是我的5减3然后乘180除5然后它就会变成108度。OK， 好，这样你用圆规这样来画，一直画，所以它这一个每一个都是72度，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每一个都是40度 ，OK， 嗯，它的center angle也是一样的，嗯。接着 4.2 的我另外的影片再来录。